说，果然到底还能信你什么？这里没别人，你给我从实招来，你刚才说的话是不是真的？一半是真，一半是假。 你说，韩世伟确实是我大师兄，没错。我也是自愿出宫的，并非被掳。但是我出宫要见的人，并不是我的义妹格兰。你是为了见他？那你见到他了吗？见到了。 见了他，你还愿意回来？因为天明，所以我必须要回来。而且我出宫的时候，就已经打算好要回来。因为我知道，只要你嬴政活着的一天，只要大秦还强盛的一天，你就绝对不会放过我。我不想牵扯更多的人进来。 况且，我告诉他，天明是你和我的孩子。你说什么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因为天明。 不受任何人的牵绊，而且如果我没早看透这一点的话，我根本就不会到这里来。你到现在还在为着那个男人着想，你为了他就算牺牲自己也无所谓，是吗？你离宫的这几日，寡人不食不眠，你却把寡人当成一个笑话。若是还有下次。 你胆敢再欺骗寡人，寡人绝不轻饶。